王小五究竟是什么天选搞笑熊？凭借魔性翘臀成功把自己送上热搜，继小五痛失大飞机哭出表情包后，他又紧跟热点模仿张元英扭屁股舞姿火出圈。这小尾巴一撅，小脚丫一翘，很难不让人怀疑王小五偷偷放了一个屁。魔性十足的动作惹得一众网友夸夸，果然是拉屎都被说可爱的年纪。估计前几天在直播间擦边的林岩都得寻思，这小子扭成这样都不疯。 别看王小五在老妈爱的教育下长大，从小挨的打掰着手指都数不过来，可这也一点也不耽误小家伙聪明。古灵精怪的他，小小年纪就学会用36计。当外公抱着一大堆竹子给萌仔加餐时，目睹全程的小五趁其不备开始搞事情，一溜烟跑到内设不见雄影。这小子临走之前还不放心的回头一看，还是个小糯米团子的王小五也很机智。墩墩奶爸将小家伙抱出来晒太阳，哪曾想他身在曹营心在汉。小五表面上和奶爸玩得热火朝天，实际上暗戳戳埋下回家找老妈喝奶的种子。等墩墩奶爸放松警惕，他便扭头跑回家。